先生，他怎么一直哭啊？不好意思，我小孩他变胸部啊。啊？不，因为我太太她本身是非常有料的，所以跟你的厚度可能有点分别。不好意思啊，今天是不要哭，将就一点啊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小姐谢谢。就是这里耶，这里就是昨天网络上的恐怖烧腊店呢。你说鬼放在哪里啊？哪一个啊？照什么相啊？来，什么哇？欢迎光临。这一家烧腊店到底跟网络上长得一不一样啊？应该是吧。不晓得，不晓得，我忘记了。这不是恐怖烧腊店吗？对啊，怎么没有看到那个平江女鬼呢？哪里看我这么猛的耶？真是臭萌萌哎！啊，那预防针也打了哦，尿布也换了。现在干嘛？看看要干嘛喽？哦，坐好，爸爸看看啊。哎，来，你的奶粉，狗饲料也吃完了，好，还要买一个广记三宝饭。广记，哎呦，到了，坐。师傅，小地方坐啊！现在这么多人，对，对不起，接过。那个那平江女鬼在哪里啊？不对，我找了半天，怎么都找不到。小地方坐啊！不在，那分享那句。好，小姐，谢谢。不哭，真的。对呀，不哭了。好了，抱一下小孩嘛，我找一下奶嘴先。先生，他怎么一直哭啊？不好意思，我小孩他变胸部啊。啊？不，因为我太太她本身是非常有料的，所以跟你的厚度可能有点分别。不好意思啊。今天是不要哭，将就一点啊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小姐谢谢。请问一下，你就是网上那个平胸鬼吗？我。哪里啊？没看到。讲座位啦，你们为什么？请问一下，那个网上的平胸鬼在哪里啊？平胸鬼怎么平胸鬼啊？在哪里啊？请问什么平胸鬼？啊，你都不知道。我。全部给我重新评鉴地理啊！评评那个球你分不清楚，走开啊！你被我小姐挡嘛？喂，滚开啊！你给我重新评鉴地理了，走开！不要再拍了！走开！被我小姐挡嘛？不是，小姐，先帮我，小姐，走开！我们那里两只，打倒！小姐啊！怎么回事？我的头怎么好痛？万人联署，赏鬼团。
哎，你看看，我住南部，想揪团上台北看平胸鬼，有没有人要参加？哎，有很多人回应的哦，加我一份迷途。算我一卡。又迷途。几点出发？还迷途。闭嘴！说，谁出的坏主意？哎，爸，你要怪都怪我好了，都是我出的鬼主意，是我太想当服装设计师了，所以才想这个烂招，想让店里生意下滑。你以为我老了，好易呃啊？我问你啊，系咪好唔想呢间店做？系咪？郭师傅，这么大声干什么？你不要怪三毛好不好？你想想看，有哪个男生会中意力大无穷又满身擦香味的女生？我们这么做是为了三宝的幸福着想的。我爸，我们兄妹就算了，你也帮潇洒哥跟痴心姐想一想嘛。除了妈忌日那一天休假一天之外，一年364天全年无休，谁受得了啊？我跟你说，你这样就错了。我和你妈年轻的时候，两个人很幸福开一个店，你知道吗？当时的时候，我说过，只要我能动的一天，我就不准这个店关门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有味，哇，好熟悉的味道啊，这个，嗯。你要干嘛？我现在就去跟微信解释，网络上说的都不是真的啦。哎，误会都没关系，要是被我男朋友误会，我就完蛋了啦。好，来准备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。太灿烂，无你爱无限。没事，人会爱你吗？没事，人会爱你吗？